果然还是要跟妹子拍照才变美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是 Sandy 还有妮妮吗？嗨，可以拍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嗨，好开心，我可以在这里遇到你们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星期三，Wednesday。哎，我的 podcast 叫今天星期三，但是我的山女字部的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为什么他是礼拜三？星期三。其实他是他的乳名就是星期三，他是第三只出生的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没有。我们两个是星期一啦，大姐，大姐，我们是 Monday， 好，我们合照，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可以吗？好，一二三，很喜很喜，不要没事，很喜，来介绍一下，哦，你有看节目？有，那我要考你喽。第三集的来宾是谁？太难了。可是你是自己一个人来这里吗？我跟朋友来，朋友还在停车。哦，对，应该是男朋友吧？不是，其实是第一次认识的朋友。啊？来这里？对。Oh my god！ 你跟第一次认识的朋友来葡萄园？对，因为我们刚才讲说这里是查不到地址的，你知道？哎，孩子，这样很危险哎，这样不是会遇到一些？还没有蛮多人的呀，这里。这里安全啊，我是担心你的安全。还好，我觉得他星期三会不会保护他？我觉得星期三完全不知道自己的。OK， 好。不是你们怎么认识？所以不是男朋友，就是同学吗？还是在交友软体欧米上面认识的？哦，对，然后对啊，刚好今天就休假，然后知道这个。是那个宠物友善的一个农场，所以就想说来这边走走。欧米就是那个 O M I 啊，嘿，就是那个很多 YouTube 很多广告要略过广告的那个，已经看到很熟很熟的，就略过已经看到。但你是在那个上面交到朋友？对啊，真的吗？很多人在用，我有听说。但你他条件怎么样？你好像是他还在停车，就是我的。等下他如果来，我很尴尬，有点害羞，还没有到这么的熟悉啊，但还在认识当中。哎，可是很多其实交友软体大家都会偏担心啦，就是会担心可能会上面遇到一些有点怪怪的人啊，或者是什么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们 OK 呢？刚开始会紧张，可是出来几次之后就是比较放心一点。但是我觉得欧米很棒，就是他会有那种真人的认证哦，所以而且他的审核也蛮严格的，所以我目前约出来的男生都还不错，不会有怪怪的男生。所以这个不是第一个，可是我们这个会播出去的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停车男子，停车男子，他本人也是有在欧米上面认识其他的，不过他目前是最喜欢你啦，要这样讲，要先这样讲，因为他会看到。哦，你们俩很合得来，先这样讲啊。至少你们有共同兴趣什么的吧，才会约出来啊。对，因为他可以有那个什么宠物的 tag。你可以找就是一样有养狗狗的，我觉得跟其他的比较不一样一点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知道我们团队有一个那个母胎单身，是谁？是有个，我跟你讲，她很漂亮哦，可是她母胎单身到一个地步，我想要为她做一个节目。原来你的问题就是没有下载欧米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现在来下载。O M I 欧米很好拼啦。而且真的超多超多人在用的，超多年轻人在用的。你只要回家，然后跟你爸，因为他爸妈已经很担心他很久了，因为这么漂亮女孩子，然后单身这么久，所以你只要回家跟爸妈说：“爸妈，我已经下载了欧米。”爸妈会回他：“阿弥陀。”对对对，有机会了，好不好？上去找。然后你喜欢有养狗狗，对不对？他有那个什么标签嘛 ，#。上面会写说他有养宠物，还有其他兴趣你都可以看看哦。那个喜欢帅哥，喜欢帅哥，喜欢帅哥这个选项，喜欢帅哥这个选项。等一下，这个会播出，这个会播出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没有，我说你就结婚，你可以玩，已经碰到帅哥了，对对对，要帅哥。你们等一下，会都是一直都待在葡萄园吗？吃个饭就回家了啦，各自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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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确认一下，四个吗？四个。我看，这个，对对对，就这个，这个绿色的，绿色的，绿色的，那个，看 YouTube 的时候，一直要略过广告，我就是不能玩。还是你赶快下载，然后我们一起，然后看滑一下。对，我也想看，对，我帮你看啦。可是你也需要备注喜欢帅哥吗？啊，宠物。对，而且还有星座配对啊。对，星座配对就是挑你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，OK 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边恭喜我们的小姐姐，今年2022年结束以前脱单。我们先脱单再脱光。妈妈，妈妈，不要乱讲话。妈
好意思，我们胎教，胎教，胎教，是是胎教。是，因为我常常就是教 Hershey， 我就带他去，就是遇到一些帅哥狗啊或什么，我就跟他说 Hershey 要矜持，要矜住，我们先交往再交配。啊，那这个可以吗？如果有一天狗界有 Omi 的时候，我们再帮他下载。好，高兴认识你哦，谢谢，大家好亲切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就是很亲切，拜拜。谁说新二代？谁说新二代不亲切？不亲切是露西派，好不好？